陈柏宇笑言不会揾碧咸集邮。陈柏宇日前就出席运动品牌派对，他坦言自己不是场内碧咸的 fans， 更加表示女朋友有次去悉尼玩，在一个派对度见过碧咸。第一次我女朋友去哪度玩呢？去 Sydney， 好像是 Sydney， 跟住系啦，跟住之后去了一个 party， 里面有碧咸咁咯。你今日唔叫埋女朋友？唔知喎，佢好像喺屋企臭狗喎。喺屋企玩 ？臭狗。臭狗啊！好忙啊，我哋屋企。碧咸都吸引唔到佢啦。唔系啊，我唔知道有碧咸。你真。此外 ，Jason 又表示自己好少集友，所以应该唔会揾碧咸影相。咁当你见到碧咸 ，Jason 你又会同对方倾啲咩咧？喂，因为我本身对足球又唔系话十分热爱，我又唔踢足球，虽然我身形好衬，但系系咯，所以变咗其实见到碧咸都真系冇乜嘢讲。你赌咪啊嘛你？问下佢。今日俾你，唔系而家呢一刻俾你见到一个同你一样咁靓仔嘅男仔，你有咩谂法啊？